张杰与夏如芝婚后育有一女小芝麻，她除了开设个人 YouTube 频道分享生活日常，也不时会透过社群平台与粉丝交流互动。近日她透露自己带着女儿到外面散步时，小芝麻突然停在便利商店门口说要买东西。一开始张杰以为小芝麻想要喝优酪乳，没想到女儿停在了糖果区。由于张杰在家中一直禁止爱女吃巧克力，他以为小芝麻想趁着外出买糖果来吃，正想要开口说不时，小芝麻竟然表示小朋友不能吃巧克力，他是要买给妈妈吃的。张杰这才明白，原来小芝麻心里挂念着妈妈，暖心的举动让他超感动。贴文曝光后，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，小芝麻真的好贴心，好像小大人一样，有这样的孩子好幸福。Bye.